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！叫啊！你来啦！你我已经清醒，你已经好起来啊！哎呦，谢天谢地哦，谢天谢地哦！阿春，娘，春梅，春梅，阿娘，娘你鞋穿啥？天起来啦！我是你的媳妇嘞，你哪会当甲我跪啦？紧的啦，紧起来啦！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媳妇，我才替我迄个不好听，甲你回心，甲你赔罪。阿娘，莫安尼啦，安尼我也真回心的，紧的，紧起来，紧起来啦！一定有。阿娇啊，你何必哭？那就安尼啦，来啦，起来啦，哦，起来。坤弟，我今麦已经清醒，我今麦做冷静。我一切拢知，我知我伫个起笑迄段时间，王阿是安那对待你，阿可惜，阿可阮阿，我啥物拢知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阿娘，唔免安尼啦，唔免啦，来，紧来，起来啦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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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观世音菩萨有灵性，伊让我清醒起来。啊，不过当我清醒起来了，这所有代志拢无干。啊，王阿妈是感觉为非三者。阿娇啊，你会当好起来，这是你的福气啦。阿王啊！伊所以会变甲安尼，即因为阿王啊，伊是王家三代单传的孤囝，互你甲妹婿先甲歹去啊啦。伊对阮爸仔囝安怎，这是无要紧，但过伊对春梅啊，即种的所作所为，这是天地所不容的啊。阿娘对不起，阿娘对不起，这袂当怪你，袂当怪你，你一定爱原谅我，原谅阿公。好啦，卖阁哭啊啦吼，你别内底慢慢啊讲。阿娘。小芬。我替你泡这茶来啊，来。表兄，你写作够利索的，那这种代志吼，
落下阿玉去做就好啊。是啦，少爷。无咯，这是我亲身为你泡的上好的心肝茶呢，各位啦，来，进来饮来。表兄，也毋过我无想要饮呢，因为。小芬啊，是为什么啦？因为我最近伫个困的时阵，拢困得无好，直直拢做眠梦嘞。哎呦，做眠梦哦，我叫是啥物嘞？做眠梦，我逐天嘛咧做眠梦。也毋过，我是眠梦到出门子啊，过头早哩，算爷爷，而且伊搁七孔流血，那安尼？伊搁站在天顶啊哩，未来又搁飞去，我是会拄着念讲，害我啊！你害我啊！春梅啊，含阿娘回来啦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你巴肚内搁阮王家传宗接代骨肉，啊？阿娘，我今嘛袂当跟你回去，原来是跟你回去，伊唔知安怎对待我。你放心啦，有阿娘在的，我都唔相信伊敢对你安怎。阿娘，你肯袂记哩？伊是安怎对待你的？伊啥物人拢唔记啊？我今嘛已经清醒啦，搁再讲，我手头有秘密啦，我都唔相信伊敢反背我。阿哥，阿娇啊，这款代志吼，也袂用得急的啦，紧事看办啦吼。我看这款代志，你若真是变甲甲伊歹面相看，我那唔好啦。偷偷来，暂时吼先互出门带只大一阵啊，看要安怎才会倒转去，咱再来慢慢啊参详。你讲的嘛有道理，春梅，无你暂且好好休困，阿娘答应你，我会尽量早回来，带你回王家，好不？嗯。阿娘，快。无分好，无分歹，咱老太子来伊。我求你，给阮囝一个解脱最深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滚。施主，这已经是寺庙内底啊，你会当起来？我是来替阮囝上诉，我要一直拜，一直拜在寺庙内底。施主，你的心意相信菩萨一定看会到。阿姆哥，唔知观世音菩萨是唔是愿意还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施主，你一向拢真心意个拜佛，积善修德，相信会当替你的囝担一点仔罪过啦。阿弥陀佛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阿姆哥。若是真正要脱离苦海，伊必须爱真心去悔悟。虽然你一直拢有讲修善因、正善果，但是恁囝若是要继续冥顽不改，伊也是爱自食恶果。多谢师父的开示。阿师父嘞，
敢真正是观世音菩萨，伊在甲我开示。阿弥陀佛。启禀大师，修王在用迄块为非善罪的人叫田地，伊该拍伫十八点，永远袂当超生啊。对啦，要拍咧十八点，得甲一定就袂使减。天作假犹可错，人作假是不可忘。王在王因安尼行功积德，为消除业障，但是伊死罪可免，活罪是难得啊。阿弥陀佛，天哪，父母心啦！为着囝儿牺牲，得甲一百无要紧。真正是慈悲心，用不脱头兄啊！那慈悲吼，要付出的是真多啦。那做囝儿的吼，要报答的就真少啊。所以讲，行善作恶，该有报啊。大师讲的是，恁得下凡帮助见机行事。上下尊旨。咱讲真个啦，啊，讲到这不好哦，金漫天，你嘛是有分啦。哎呦，出头兄，啊，过去就过去啊，我已经给大师讲话哦，该查几钱几分门啊，你就莫搁笑我啦。哎、欸，出头兄，小弟要听人哦。安怎？退。哦，这只蚊子大只啦！嘿，妈，我这后蚊啊！出头爷啊！啊，你无无？嘿，卖叫蚊子叮我！哎，急慢些啦！你家去等笑诶！你滚！我不是。进正，在乎调和。这并无什么邪气呀。哎，什么无啊？哎，法师啊，这四周围。无清气的物件啦，袂哩，我踮外口啊看卖啊，一片安详，没哪有啥物无清气的物件。是啊，是啦、啊，少爷，搭这间厝吼，自老爷住了几落十年，住到少爷你来，都拢平安无代志啊。你们哪有袂讲啦？气死了！阿叔，这是有无清气的物件，真是有鬼啦！依我观察。此地并无鬼魂啦、啊！什么无鬼魂？我亲目睭看到的呢。哎，少爷，人的法师吼都讲无鬼啊，可能吼是你家己心肝内有鬼啦。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别听啰嗦哦。别讲，法师，无安尼啦，不管开偌济银两哦，拜托，你用你上厉害的法师咯，来抓鬼，来赶鬼。什么拢会使？拜托个啦！少爷，你若坚持讲才有鬼，我嘛无法度呢。什么你无法度？我明明都有鬼，你无鬼，你会晓袂晓啊？你也唔听我的话，那呢，我就告辞。法师，无啊！你是去倒去找一个目睭看到喇叭的法师啊？哈？我跟你讲，你即摆马上去。啊，找一个较厉害，亮亮亮亮亮！
种法师，吼、哦，来赶鬼，吼、哦，来抓鬼，凊彩你拢好，开偌济钱拢会使。拜托，拜托，顶去，顶去啦！你是讲？丢啦！快快快，进去，进去，别去啊！愈来愈唔是款啦，哈、啊！什么武甲即卖讲要请道士来抓鬼啦？安尼乱甲无所不至啦！夫人啊，我看哦，你这回哦，应该爱请请起来管理这个家庭才对啊啦！夫人，啊，昨暝阿王阿公伊拄到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拄到鬼？报应啦！昨暝到底有啥物动静啊？阿姨，我昨睏得真好呢。无喏，夫人啊，我昨吼看少爷吼，趴伫遮，一直爱一直叫啦。我看伊是拄着鬼啦。哪有这种代志？一定是少爷吼，做收着歹势的代志，毋才去拄着鬼。这种代志真可疑。你家己都要较细腻哦，夫人啊，那这你都放心啊，我阿娇对你吼万事妥当。李老爷，小奶奶，来来来，那这吼，是咱夫人吼，啊提一寡物件，要给你吃，啊这包吼是你的补品啦，嘿，你的补品，啊好好保养你的身体。啊，还有呢，夫人特别交代哦，你即摆哦是有心哦，啊，事事爱注意，哎、欸，处处哦爱较注意嘞，嘿。麻烦你替我甲我阿娘说多谢。是是是，阿忠啊，啊，小芬好无？表小姐平安顺遂，老爷你放心啦。啊，还有吼、哦，阮夫人特别交代哦，厝内面啊安顿好事了后，伊会赶紧。来请老爷，甲阮小奶奶回去。小芬，小芬开门啦！什么人？我是阿公兄啦，来开门一下啦。阿公兄，哎呀，你还晚，你还歹睏哦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，你先开一下啦吼。行一险要破胆嘞！我一个人唔敢睏啊，有鬼啦！有鬼！这个世间你哪有鬼啦？有，真是有鬼啦！我今嘛正看到的呢，真是有鬼啦！鬼？是啥物鬼？就是迄阵，无啦，非你是有鬼就对啊啦！我一个人唔敢睏，啊，无安尼啦。我今日甲你哦，直接少开一个啦吼。迄边哪用的啦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迄边哪会安尼做？有啥物要紧啦？咱是自细汉到大汉的表兄妹呢，咱嘛袂安怎，是惊啥物人乱讲啦？吼，来啦来啦。袂用的啦。啊好啦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你来，你睏遮，吼，啊我坐咧遮，出体一下，吼，安尼会使啦吼，你放心啦。会用的啦吼，拜托拜托啦。
无啦无啦，慢小芬，我提一下，足寒足寒的呢。咱两个小快一点，小快，快快。那有要紧啦？不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咱两个吼，咱两个见面会啊，开讲，开到天光嘛，无要紧。啊，我袂对伊安怎啦？哈，来，无要紧啦。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好啦好啦，有啥物要紧啦？快一点啦，小芬来啦。脑会当用偌久？只要咱人对每一件代志拢用心，你的脑力就绝对无问题。泰山乡的阿花伯啊，你讲你已经71岁啊，你讲你即摆嘛无啥物路用啊，记忆拢已经退化。我知，感觉讲你安尼讲，我绝对反对。敢讲你无听人讲过，人生70才开始，身体的保养勇敢，每天我拢找代志做，头壳自然就会清楚。你看，咱台湾的政治人物有偌济拢超过60岁啊，比少年人更加清楚。阿辉伯啊，你讲对无？加油哦！明仔再继续收看《大慈大悲观世音阿弥陀佛》。